希望，因为刚开始呢，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点啊，他想要养动物啦，他想要吃餐啦，他想要喝咖啡啦，然后呢，儿子就把这个梦想做一个蓝图，那先生呢就提早将他的退休金拿来做这个店的一个整个总营运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享日菲菲的一个梦想咖啡馆出现了。他们都喜欢动物嘛，那希望就透过这个水豚啊、动物啊，然后让更多的亲子啊来有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休闲的方式这样子。就是可以点完餐，然后就来跟水豚做互动，然后跟他们互动的方式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提供喂食，因为基于那个他们健康管理的关系，然后因为怕他们误食或者是不小心把小朋友的手当草吃，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帮他们搓搓啊，然后摸摸，他们都很喜欢，然后就可以进来互动拍照，我们也都会帮你们跟水豚拍照，引导你们怎么去。教你们怎么去接触水豚，这样子安全的接触它们。我们是因为水豚来的，因为水豚超级无敌可爱，然后再看他们 IG 就发现他们养水豚，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当第一组客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十点就来了。打架，因为小朋友的状态，他们就是在玩打斗，就